人生真是各有不同的滋味，但生命就是这样充满着韧性。接下来这家人的故事同样关关难过关关过，他们做的是酥饼点心。老板王东亚原本在中油上班，他才想着如果有一天退休了能做什么呢，结果还没有等到退休就先被裁员。还好从小他跟着爸爸学做葱油饼的家传手艺，后来呢又拜师学会做江浙酥饼，这事业第二春就以南北综合的烧饼当作再出发。来看他是如何跟命运拼搏，被裁员后反而找到了新舞台，现任客人多到要把当钢琴老师的老婆找回来当助手，最后就连三个在外打拼的儿子也全被征召回来。揉要靠这个手的这个手掌的后轴这边才有力。现在撒面粉是为了呛一点面，这个饼才好吃。这是两只手与30斤面粉拼搏几个小时才有的细致光滑，也是父亲教会王东亚的家传手艺。而这手法叫十字擀法，左右都擀得均匀了，我在上下由中间推出去，再由中间拉下来，这个面它的皮就比较平均。接着淋芥花油，撒盐花，调味，抹匀。要把盐撒得很均匀。这个面一定要很柔软，看到没有？很柔软，这个皮肤非常的好。你看这个葱很漂亮。这样做葱油饼好吃的关键在青葱，从葱白到葱绿，盐选粗细大小一致，而且洗净后还得晾干一整天。你看这个葱很漂亮，都很干。切葱其实能让机器代劳的，但老板测试过还是决定耗时手切。这个葱可以多下一点，葱油饼就是葱不能太少。厚一层葱珠，小心包揉进面团里。这时老板又是一阵汗流浃背。很有弹性，这面团非常好。这个面吃起来才会哈有嚼劲，但是那个嚼又不是咬不动的嚼，那个劲，就是不是死面了、啊，它的面很活。光是站在旁边看老板来来回回揉着，我都觉得手酸。就跟少林寺啊在练功一样，无形中的腕力了、背力了就会增加不少。但练功能练到几时呢？这些年63岁的王东亚陆续把三个儿子征召回来，试着交棒放手。这种量一天可能至少要做3次。他是二儿子王新碧，原本在台北当游泳教练，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，但抵挡不了老爸的温情攻势。之前爸爸就去北部的时候就有说，就是有透露说希望最后还是要回来做啦。那一开始也是有点排斥啊，因为比较想要去外面踹一下外面的环境啊，对吧？啊，最后啊，想想他们也太就蛮累的，所以就好啊，那就回来好了。其实最先回来的是大哥，知道总有一天要接棒，很认份就回来了。今天炒小菜、萝卜酥饼、馅料都归他负责。菇花、虾米、香菇，然后姜切碎，它要先腌过了，然后先让它水分出来之后，它会比较口感会比较好。如果它没有腌过的话，就直接包的话，它温度这样一高的话，烤到最后它会整个都是湿的。现在3个儿子都能独当一面了。虽然家里的小生意劳心劳力，但相对踏实。
至少是为自己而做，不是为别人而做。儿子长大了，一家五口同在一起工作的画面，老实说，王东亚没想象过。原本是播音事业的陶楼，哪知道五十岁那年，人家不要他，被裁员了。那哦，其实我也想过一点，就是说我将来就算是公职退休，假设六十岁退休，要怎么办？就闲着吗？虽然刚好我会这个，那我拜师傅的时候哦，是在我中游上班。那我的师傅跟我讲说，你在中游上班，你来做这干什么？我说我有兴趣啊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说，我将来可能会开创第二春哦。结果没想到，不幸严重。遭裁员，他没有痛苦挣扎、悲伤流泪，毅然决然拾起擀面棍，把儿时就会的北方面食功夫，结合拜师学会的江浙酥饼绝活再精进，让酥饼外层比传统江浙酥饼更坚挺，内层则保留软润，创造出烧饼界少有的南北合。可惜客人不买单。你拥有哦，再好的本事，记住一点，你运不来，你就是乏人问津；你做再好的东西，你就是门可罗雀。这东西很奇怪，但是我不认命，所以说因此我就做了六个店，这第七个店。长达十多年，他的小店开开关关，只能依靠老婆娘家跟妹妹进钱资助，自己呢再到工地打零工挣钱再开店。我就是不服气，为什么我这个，我认为我的手艺还可以，为什么做不出来？说我以我的个性说，我继续做，蛮痛苦，蛮痛苦。甚至于说，我们家里人啊，那时候说，老爸还要做吗？干脆还是找个工作做。还好坚强的意志让他撑到开了第七间店，酥饼终于逐渐做出口碑。他一个人已经应付不了客人，就把钢琴老师的老婆也拖下水。因为这边还是需要人手嘛，我也只能牺牲了啦。刚开始没有想说会这么累啊，一做下去才知道会那么累。那已经做了，那也是没办法。但心里最爱的还是当然呢。两人的笑声里仿佛都藏着无奈，但老板说他们把无奈当作是种忍耐，老板娘也看得开，认为人生是该多点体验，但总之这双手是回不去了。我现在在做这个就是葱烧饼，它里面是有多了花椒，还有猪油，放的猪油才会香嘛。包馅、擀面、炒料、烤饼，采访过程五个人几乎没有空档，我们只能见缝插针。而迟迟没介绍的是王家老三，老爸擀好的饼皮他负责煎。你擀也是要擀好。就我们的葱油饼应该是斤数算是有去量，然后比较重一点，比别人可能要重一点这样。一定要用小火煎啊。慢慢煎这样子。看起来很阳光的老三，28岁，是个灯光师。我在2016年有去接片子啊。让他说了都会笑的是最热爱的电影工作，接的片子是成龙的电影。看到哥哥都回来了，他也证实割下梦想和手足编织起另一场梦。年轻人可能还不懂这个东西吧，还不懂这个酥饼这一块的东西，所以我们就要想办法，就是要等爸爸妈妈退休，我们才有自己新的想法出来。所以现在还不太敢随便乱搞。现在想要搞，可能他们会反驳之类的。想做改变，三兄弟得再等等，还是乖乖跟在父亲身边，一步一脚印。这个面团哦，这个面团非常非常柔软，而且都不会沾手了。这个面团要打到这个程度了，来塞满，尽量塞。做吃的哈，不要小气，要舍得给客人吃。我们不在那个后面那个斤斤计较了，而且有手工东西，有时候会多一点就多一点吧。鲜肉酥饼一样要塞饱塞满，肥瘦哦搭配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均匀。
也就是瘦肉多肥肉少，我大概比例是8:2以内。本来为什么肥肉要少？因为肥肉你一经过烤以后哈，它就化成油了，会出来，那这个饼就空了。凡事就是分量大品质好，其他没个标准。想学功夫可是把三个儿子折腾死。他就是都会叫我们自己去摸索。我的东西哦，你用讲的哈，也没有一个十分的标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们师父教我们也是这样子啊。我爸爸那个时候小时候也是，我们在那旁边等吃，就这样看呢、啊，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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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一天就自然而然就去帮忙了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旁边看，他就是会给一个大概的数字，可是因为每一天状况也不同，像有时候天气的湿度也有差别。但现在他们青出于蓝，瞧瞧小儿子这擀面的手劲，把自制油酥卷进面团，全考验体力功夫。但这下老爸也能放心放手了，因为孩子早掌握住诀窍。可以不展开。里面的馅料很饱满，然后每次都很饱足，然后它的外皮很酥脆，就是层次很分明。现在你在市面上看到的烧饼都做得不太老实，因为它只做一个外壳，它按照了传统的这个标准的做，就是所谓的两层，里面有一层软的。客人的赞赏是走过几十个寒冬酷暑才换来的甜美果实，退而不休的王东雅还沉浸在这股文化之中，并继续透过儿子的手传承飘香。